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快乐爱心义工队所有的成员啊，今天负责先引到我们这个下面来啊，为我们先生表演这么精彩的节目，同时我们一个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益的一个运动健身操，让我们深深在这里能够活动活动一下筋骨今天在此我代表所有的职工在此感谢我们快乐爱心义工队所有的同仁，在此感谢，谢谢各位，谢谢。